相反脚啊，你跟谁？你跟黄文轩吗？那你右脚放边，我先看另外一只，看另外一只，干嘛？对啦，对，他也是看飞飞，看飞飞。等会你看另外，在我这一边的看我，在另外一边的看飞飞。你们两个要相反哦，好了吗？爬起来，然后现在转身变成面对面。